或在另一个地方，跟我来。别动，尽量一个人能对付。看到了吗？没有。走，找钱亮，快走。好。这不是武忠奇他们家吗？武忠奇，阿弟，情况太重大了，你回去向郭处长汇报，我在这看着。好，注意安全，等我回来。
跟踪武中奇这么久，对武中奇的行踪和习惯都颇为了解，几次动手杀武中奇却都失败了。这一次深入虎穴，李玉成不希望自己再次失手，但几次与武中奇的交手，他使用的都是不同武器，李玉成对此颇为忌惮，唯恐武中奇还有什么杀手锏，为以防万一，他还是先下手为强。自首，我就让你闭嘴。